13岁以下需家长陪同才可观看，它可能包含了一些镜头、句子和语言，不适合儿童。张仁非常有钱，最近新娶了一位美娇娘，但是因为生意的原因，经常要在外面跑，不在老婆身边。一日要外出经商，怕美娇娘红杏出墙，于是在美娇娘私处写上张仁峰三字横幅封赏。数日后，美娇娘在家忍不住寂寞，于是私下半边与人私通后重新封赏。数月后，张仁归一见大怒曰：与人私通便罢，为何要写上长二寸戏弄我？